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娃娃魏如萱，感谢关注 Be My Guest 为你读诗。今天我为你读的是诗人席慕容的作品《十字路口》。如果我真的爱过你，我就不会忘记。当然，我还是得不动声色地走下去说，这天气真好，风又轻柔，还能在斜阳里疲倦地微笑说，人生既平凡，也没有什么波折和忧愁。可是，如果我真的爱过你，我就不会忘记。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，年轻的你我曾挥手，彼此分离。